环境非常大，所以你防守的一个人单兵去对到他，就是非常难去守到他进攻的这个范围啊。嗯，罗杰明刚才的失误呢，险些让对方得分了，这一次他把握住了。廖浩宇，罗建斌在快速行进间找到了直接迎向篮筐的廖浩宇，廖浩宇希望一手的球迷大家看起来啊！哦，廖浩宇非常能跑动啊，非常轻盈的身体哦，去做到快速的跑动哦，这么短的距离能够去轻松的灌篮啊，这一名来自于澎湖彝族的球员潜力无限啊！暂停之后是一波4-0的，所以逼着台师大喊出了暂停。16-11，目前一所大学在首节领先。